这个地方你看，第一个扣，第一就像那边又可以不去了，还像刚才那一个一样，你再多给他打一串也没关系，多给他打一个嘴的线也没关系啊，省得去剪线了啊，这样给他刮过来，然后在这边穿上扣，你看这一个四边又不去了，啊，四边又不去了，然后再给他打结。 这个地方也是缺扣的情况，这个地方也是在给它打上一个扣，啊，从这儿底线穿过来，穿过来之后用这个无名指，用这个中指给它夹住，夹住，然后用食指给它一捏，一拉，打上结就可以了。再看这边啊，又缺少一根线，缺少一根线的情况下，从这个地方往上穿，穿上来，啊，再给它打结。 这样给它打两个扣，最后还有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也是像刚才一样，你看这个扣啊，又是缺少一边，缺少一边的话，从这个地方打上，啊，多给它织一行，不用剪掉啊，这个线剪掉的话你会比较难操作一点，更麻烦一些，从这个地方拿过来，那这个扣又不起了。 这样从头到尾都不需要去把这个线剪断，这个扣不好，你看这个扣，啊，这两个扣都是缺少中间这一边了，然后从这个地方，哎，从上面往上穿，这样去打结，好了，最后这一个结啊，可以多打两个，啊，因为最后的需要把这个线头剪掉了，还可以多打上两个扣。 啊，这个网就不好了，不好了之后呢，然后把这个线，你看咱一开始留的这个线图啊，你给它剪掉，不要说全部剪掉，留一个小块啊，它会不容易脱线。嗯，这样留一块啊，这样也是，这个地方也是，给它留一块啊，这样就不好了。